美国网球天后小威廉斯亲口透露，网坛生涯进入倒数计时。40岁的小威廉斯纵横职业女子网坛20年，夺下23座大满贯金杯，是网球公开赛事第一人。生涯的总奖金将近9500万美元，傲视所有女性运动员。而小威廉斯透露，做出退休的决定并不容易，将来希望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家庭，粉丝也送上祝福。I don't know. I guess there's just a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. 美国网球名将小威廉斯突然和记者打起哑谜，说着还大笑低头。Getting closer to the light, so that's... 小威廉斯继续打哑谜，就是不把话说清楚。Yeah, freedom. I love playing, though. It's like it's amazing, but.You know, it's like I can't do this forever. 谜底呼之欲出，纵横职业女子网坛20年的美国名将小威廉斯宣布退休计划。小威接受最新一期时尚杂志专访时，也表示准备好进入下个阶段。不过他没把话说死，目前还正在备战月底的美网公开赛，但很可能就是网坛天后生涯大满贯赛最终战，也是他参加的最后一场赛事。小威1999年拿下美网冠军，崭露头角。之后经常和姐姐大威廉斯成为大满贯赛决战对手。目前40岁的小威廉斯生涯夺下23座大满贯金杯，是网球公开赛事第一人。2017年澳网甚至是怀着身孕封后，他还囊括4面奥运金牌，曾高居世界排名第一长达319周，估计生涯总奖金9452万美元，金额在所有女性运动员中拔得头筹。I mean, I grew up watching her. That's the reason why I play tennis. 大小威廉斯以非裔女性身份勇闯国际网坛，引领更多小将加入。小威廉斯虽然在今年温网失利，不过8号在多伦多女网赛重夺单打胜利。小威表示，网球生涯进入倒数计时，之后要将时间投入家庭，发掘另一个自己。树林文编译。